新爷爷今年79岁，以前是海上轮机长。怀旧复古风的服装秀，长者们看起来年轻又有活力。活力与年纪都一样破百的王粉奶奶。身穿旗袍的王奶奶一出场就吸引全场焦点，看得出她已经102岁了吗？欸，阿嬷很高兴啊，对，穿得漂漂，阿嬷喜欢漂漂亮亮的。对她来讲，在这边上课真的对她在生活上都很棒啊。本身只有一点点失智，比如说做的所做的动作，还有什么上课她都听得懂。听见熟悉的歌仔戏旋律，瞬间唤醒长辈们的记忆，成了另类的带动唱。这很好玩的，第一次，大家在一起就很好玩，然后跟老人在一起更有意思。欢乐的气氛中，长者们难得展现活泼的样貌，脸上的笑容正是此刻美丽的心情。那对于长辈生命经验的了解，其实是跟失智症长辈互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。配合长辈他们喜欢的服装，或者是过往生活经验的一个连结，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回忆，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，同时也可以对未来的生活有更好的一个期待。当选黄木金邓明仪花莲报道。